跑了半个西宁市才把这个三脚架拿到。来了两瓶水。什么什么什么特镇，这个名字不是很好念。今天晚上不打算走了，等一会儿就在这里扎营。现在在下雨，那边就是镇上，等一会儿去买点什么吃的吧。本来今天准备是在这个外面搭个帐篷，但是值班的警察同志他们说让我在房间里面去休息。我就等一下把这个地下拖一下，然后直接就铺个防潮垫，然后直接就可以睡了，帐篷也不用搭了。感谢这里的警察同志。加油站里面没有自来水，还好我这个保温杯之前都是灌了一瓶的。现在就开始走分钟了，
OK，OK，okay, okay 开饭啦！这是明天的早餐。这个也是明天早餐。Thank you.
吃完饭，把这些不用的东西全部收包里，然后装车。今天就结束了啊，下期见。